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蒂克，史蒂哥，欢迎来到方舟史蒂克玩转摇杆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来玩转你的摇杆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老朋友清水开国元老 LS3201 这一款摇杆。前年清水发行了 LS3240 周年纪念版，限量发行，我们没有抢到货。这一款就是台湾玩家口中常说的清水摇杆。一般在讲清水摇杆，都是指这支凹铁版的 LS32。早期的 LS32 不一样，早期的 LS32 的轴比较粗，不能装杆套，它底部有一块蓝色的限位板。原厂出厂是方形挡板，是电路板架构5P 集成的插线，这就是我们目前线上贩售的清水摇杆 LS3201SC。 LS32 是这一款摇杆的型号，01是指电路板集成的架构， SC是指有副杆套。我们选择贩售 SC 版，主要是希望提供玩家最新规格的商品。 SC 版还能更换官网七彩绚丽的杆套，可惜我们没有进，询问度偏低，所以那目前清水推出了32的更新产品，就是它清水 LS3201， 靠腰型号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新版的 LS3201 终于使用了 Nobi 的平铁板，这一型的铁板使用在 LS3240 周年纪念版跟 Nobi 系列摇杆，还有清水静音摇杆。现在新版的 LS3201 也使用了这一款的铁板。其实32在古早年代就有平铁板的版本，但因为早年木头台的关系，在坊间流传的一直是32凹铁板的版本，平铁板就比较少见。直到目前宅在家打电动的时代，大家也都还统称 LS32 凹铁板为清水摇杆。 OK， 那今年清水就推出了这个全新平铁板的32。当然旧款的32平铁、32凹铁跟32出轴，这些清水官网都还是可以订购。我们基于提供给玩家最新的电竞零件这一点，我们之后的 LS32 也将进口这一款新铁板的清水32。我们目前线上销售的这一款凹铁板32会停止进口，都改为进口这一款新铁板的32。这样子会有两个好处，就是能给玩家提供最新型号的商品，也能改善凹铁部分大摇不能装或不好装的问题。就像 Q3 就必须装转接板才能装凹铁32或62的问题，这个平铁就跟 Nobi ZLF 一样，直接无痛安装。那我们来看它的差异，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，最大的差别就是铁板，就是凹铁板跟新型平铁板的差异。这一块铁板也用在 Nobi 跟清水静音摇杆上面，安装上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目前这个版本没有 SC， 没有杆套，未来如果有 SC 的版本，我们会再改进口 SC 的版本。来看它的侧面，一样是电路集成的 5P 插接口，背面看起来完全一样，都有一块蓝色的限位板啊。它的 C 扣还是没有改变，没有像 Nobi 改成 E 扣环，这种 C 扣不好拆，需要特殊的工具。挡板一样，原厂就是四角挡板，电路板都一样，都标示 LS3201， 电路板一样，限位板一样，挡板一样，吸扣一样，架扣是完全一样的东西，差别就在这片固定铁板。购买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一样我们会透过辨识贴纸提供你保固及服务。但再次提醒，一般摇杆按钮零件是属于耗材，没有保固的，但如果你遇到瑕疵、异音或无故损坏，最基本的7天新品瑕疵换新一定有的。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，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。判断后如果由原厂产生的，也会回报给日本原厂。不过32一路卖到现在，不得不说它是一款超耐用的摇杆，除了部分大摇装不上去之外，完全没有遇过有问题的瑕疵品，超棒的一支摇杆。回头再看一下我们新进口的 LS3201， 新型平铁板的 LS3201，虽然固定上跟 Nobi 一样没有孔位的问题了，但它的电路板还是太大，安装的时候还是要拆电路板。那这支影片的参考价值就出来了，换装一样就是看这支影片就对了。 LS32 清水原厂有发行这个原挡板，你也可以加价购买。我们来换装这片 LS32 专用的原挡板，这一片是限位板，拆下限位板后，这一片淡蓝色的就是方形挡板，把这片方形挡板拆下来，换上原挡板，再把它锁起来，
这样就装上圆挡板了，绕起来就是圆的，这个方形挡板就可以收起来了，这一片限位板也可以收起来，也可以锁回去。打格斗游戏的时候它没有功能，很奇怪，限位板是什么功能？它是一个限制方位的板子，装回原来的样子，限位板的中间绕起来是八方向，上下左右，左上右上，左下右下，八个方向没有问题。那把它换成最上面这个，换成这样，它只能上下左右，不能对角，这样上不去，这里会卡住，绕不过去，不能同时触动两个开关。这个限位就是把它限制成四方向摇杆，只有上下左右四个方向。换成最下面这个，下面这一个左右完全不能动，只能上下，只能让你的摇杆前后。这很适合做赛车排挡杆，也可以转方向，装成这样，装这样变成上下不行，只能左右。这就是限位板的功能，平常打格斗游戏的时候用不到，可以拆掉不锁。那如果你要做赛车排挡杆的话，这只可以哦，好像只有这只可以，其他摇杆没这个功能。那这就是我们新进口的 LS3201。 最多玩家询问的问题就是三合摇杆跟清水摇杆有什么差别，我简单粗暴的回答你，就是买一只回去试一试，这是一种手感的东西，不是我在荧幕前天花乱坠万字解说你就能了解的，你也不会透过摇这两下就会知道这只摇杆适不适合你，你需要的是去打，去出招，去感受。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你试打，建议你买一只回去好好的打，好好的体验。如果你真心觉得手上的摇杆不好用，想考虑清水，在目前摇杆零件越出越贵的世道，它真的不算贵，建议你可以买一只回家试试看。 OK，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关注我们的频道， See you， 拜拜。